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实况组花生，今天要来玩一下 ABA，那下午应该有机会玩一下创世神 Minecraft。那昨天没有开台的原因是因为说电脑重灌，然后有一些问题，所以昨天暂停开台一次。那今天都顺了，那就可以继续玩了，继续开台，OK。等我一下。Fui!哎呀呀呀呀呀！我每个都那么准。
下。后面。Fire in the hole. Enemy grenade. Roger. 队友打到他家了，太操。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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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一七。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Oh, enemy down! Oh, oh, 那么厉害。到第二只 ，QQ。Fire in the hole. I got one. Fire in the hole. 哎呦！人在旁边，我没看到。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Good job! 我靠！我一个盲狙。Damn!Oh! Holy shit! 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Reload! Enemy grenade! Oh yeah! The lads will kill!怪怪的不管他。Babirigis! I can use it!
二炮枪。看到了。太多了吧！天哪、啊！我讨厌打 AI， 就是因为有一大堆电脑。八七八七，来来回回这样穿梭好几次都没看到人。哦哦哦，远距离的。
开始。 Reconnaissance information has been sent.拔蜡支援。 按那个，哎呦，卡消啊！
我叫根也不叫安哥哦，安哥，安哥啊，没有。你说我叫根也不是叫安哥，安哥，安哥安，真哥安。完了，我等一下应该会被你们查水表。嘿，你错赛啊！但最好不要打开，嘿，不要叫你们偷放进去，嘿。完蛋了，要被查水表了。你等一下闻到味道，你不用不觉得意外。完蛋了，完蛋了，查水表了。你等一下你家二楼变一楼也不用觉得意外。不是吧？你林北家挖土机挖的。双世神哦！啊，我在 IV 耶，因为我的目标要，这个是远端密码，我的目标要挖很多钻石。啊，好好，你想挖多少钻石？你是怎样？你要变成富豪就对了。没有，我旁边我有做那个盔甲架啦，我要把那个整套的钻石装用出来啊。啊，好。那不，你先拿我这边16个啊。不用啊，靠自己挖比较好。那我那个也是靠你的稿子挖的啊。好，等我一下。反正我 VPN 密码是什么？嗨，第一个啊。嗨，你讲那么大声，等一下，嗯。怎样啊？没有，这是怕被查水表。我在时光。怕被查水表。我怕实况在。没关系啊，你在实况啊，有人进篮网又没发。没有，我怕实况到一半被查水表。好了，花生家住在那个哪里？干什么东西？应该没有人知道你是彰化人啊。我。然后那个什么，他家住的是山。嘿，干什么东西？山什么？山上啦，山。啊，明明。山角路啦，山。刷卡喽！刷卡喽啦，刷卡喽啦。哎，真管你那个整串那个打给我，因为我昨天去连我哥那边的世界。啊，可是我你要从你那边才能看到伙伴 IP 啊，我这边看不到啊。好，等我一下。不然就叫花生打给你啊！我这边等我一下。我打在 RC。我没有你的 ID 啊。哇！那个对了，那个挖矿不是还会挖到别种石头？对啊。那些石头尽量留着，因为以后好像做东西好像需要它的样子。因为我看曹科的石矿，我看曹哥的石矿有用，可以盖东西啊。那总共还剩欠你750嘛？对。那我们等一下就去那个山什么路的哦。山角路。你 ID 多少啊？那你还在打 ABA 啊？你 ID， 我没有你的 ID。远端 ID 还是什么？端查伙伴 IP 啊，伙伴 ID 啊。远端 ID 啊。哦，你说？哦。ID 还 ID？ ID 啊 ，ID。Make a ladder out of cowboy shoes. We will. 对，材质包等下顺便呢，谢谢。好。对啊，说昨天要传都没传。对，没说谎。等一下我跑去你的家山。三角路查水表，不要这样，不要每次都跑来三角路这边查水表，我会怕，不要这样。那我不要去三角路，那我去沙。嘿，干什么东西？还有什么？
不要机车店嘛，对不对？不要来我家查水表，不要，我怕怕。你们锁的我就进不去了、啊。可是我开抽风机，满满的味道，烟硝味，你知道吗？没关系，你到时候再拿螺丝把那一台拔下来，换边装就好了。最好是啦。没有、啊，那个应该有排风的吧？有啦。啊？对啊，直接用排风就好了。有啦。那没关系啊，你再抽风进去，林北就泼水过去啊！我的靠腰啊！等下不止你电脑报销，你全身都湿啊！连线浴室啊！我等下我们 ID 都打了、啊，我重点是还不知道那个伺服器位置那个要打什么？注意，放 IP 啊！我要进来了，你问他一下。打伙伴 IP 就可以进去了。伙伴 IP 加冒号后面那个数字啊。这个是创世神要打的，妈玩几天了、啊、还不知道，干哪里？哦，派，然后我不怕有人来我家查水表 get 哪一件？花生不知道你家吧？他不知道，他没。我知道啊，知道又怎样？机车起来啊！靠腰嘞！机车起来没？干娘花生，你来载我。你有种把机车骑来，你别叫警察在外面等你。不要，凶凶的。警察花生，你要不要来载我？花生，你敢载他？你别叫你爸来我家外面等。不要！我怕。为什么真野？我看你的人物还是没有人物啊？我还是没人物，真的假的、啊？应该材质包问题吧？没有啊。我没有用材质包安哥看我应该是一个男生的了吧？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吧，对不对？你是我前面那个吗？这个是花生啊，你里的靠北，我在挖矿啊。我靠呀！但是我昨天看你是哦，没有啊，你不是那个啊，你是那个呢？你是原版皮肤呢？你为什么要把？看我是原版皮肤，啊！可是我刚好看我自己，你自己按 F 5去看呢、啊？哎呦，你在这里按 F 5可以透视哎、欸、哎，要后面一点。哎呦，我看到旁边了，有岩浆哦，有钻石，我发现钻石了。靠！我发现钻石了，钻石我来啦！打屁打！你没拿剑哦！看，你没拿剑，你在那边给我拿剑！妈的，八七八七。钻石 ，diamond，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八颗，八颗变十三颗。结果我刚刚好像有听到被烧掉的声音，喷装、啊，至少有十三颗啦。回家的路怎么走、啊？他不是在附近哦，我看到了。好，我往扶起来喽！靠，你把我推下去！我靠！你上来啊！啊啊！我盾了八七。来啊啊！你有盾了不起啊、哦！来啊，出来讲。哪里啊？我赶紧起来啊！怎么讲啊？哦，天起来了吼！哦哦，
喂。八七八七，一直拿盾在那边。八七八七，不要那么废，拿盾嘞！哎，那我们这穿上来的，哎哎，八零啊，怎样啊？哎哎，没盾了，没盾了！啊，八七八七，拿盾吧！啊，我的盾！哎，我刚听到砰，有的时候就不见了。三颗钻石，干嘛啦？我快跟你干干什么东西啦？哎呦！然后我的盔甲，我的钻石装出来了，然后又多一颗钻石，所以麻烦小哦。正派，好，等我一下，我用一下资源包。哎，安哥，你今晚要跟我们去吗？啊？然后去体育场打球，打什么球？篮球啊！昨晚跑去张，我们先去逛京城，逛完之后就跑去张兴。去张兴干嘛？打球啊！今天没有京城吧？哦，昨天呐、啊，我就跟你说你干哦。哦，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是你吗？谁跟了呢？乖哦，靠腰嘞。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我的没有耶，慢点口哦。有差事包传给你了，靠、啊、我没有，不有，不要给他，我等寡等下来载我，我要去他家。哦，好好好，哎、欸，不要啦，又要查水表，又要查水表，喂。莫名其妙嘞，卡袂得要甲人查水表，干！不要嘛，那我们去查电表。哎、欸，啊，不是同款意思。接档不一样，一个是水，一个是电啊。接档接档拖卡，接档顶管嘞。安安麦当劳欢乐颂。好啦，麦当劳欢乐颂。哇塞！我等级了。我来付，我把我钻石装都付。保护耐久。哦，水中呼吸抗火性不错。哎、欸，我没拿新金石，怕肥的保护三而已，保护耐久。哎、欸，可是我记得那个盔甲座上面不是可以放那个武器吗？可以啊。啊，为什么我的不能放？我不知道呢。对啊，我的不能放啊，丢给他也不行。哎、欸，来帮忙倒采农田好不好？很多哎、欸。好、哦。那你看你要不要 TP 我过去啊？妈，就在你家旁边会 TP 你。我在挖矿哦。
你去踩马铃薯那边吗？啊，它有可能会掉水里，到时候再捡一下。啊，你们这个水那里怎么不铺半砖就好？可以啊，那我等一下来。欸，我有风力三的剑。要我的，我的是风力三耐久三。我没有耐久干。你只有风力三哦？对啊。是风力三跟耐久三。我等下毒马铃薯有要留吗？他就都放箱子里啊。到时候我们吃马铃薯花生出毒马铃薯。靠！为什么说我吃毒马铃薯？为什么？喂！不然讲到时候不说吃。好啊，剪到时候不来啊。剪刀石头布，好，你输了。靠！没有人这样子的吧？哇！因为我看到你出布，我出剪刀，我熊的希望了。我靠！你出什么？好，那我等一下去你家看。我们等下去你家拆、啊。哎！动不动就要查水表了哦、啊。公平公正公开啊！公你个头啦！你刚刚不是说要麦当劳欢乐送吗？对啊，我们买过去给你嘛。直接送去你家。好，那我要进那鸡腿堡。哦，好啊。然后一个可乐。好，各位观众，他的家就住在。哎，干什么东西？你把地址报上去，等下就有人帮你送上去了。最好是哈。那又没人在看，对不对？没有，现在好像有几个人在看了、啊。啊，结果在看的是他爸跟他妈。哎、欸，这样就不对了，好不好？啊，那一起输。啊，你网址不贴一下嘞？等我一下嘛。好了，没有了。我身上一堆。你现在种的这个也是那个吗？甜菜啊，甜菜的。即使没食物，我们胡萝卜可以种多一点，直接吃胡萝卜。哎，对啊，我知道。我就补两个。可是我比较喜欢吃肉。我不要求太多，我只要小麦，我吃面包就好。那我拿小麦去做面包。哎，青瓜，里面还有一个小麦。我拿一个工作台去放在那边就好了。好了，来哦，发面包哦。有多少啊？我刚丢给你，然后再加32，再加22。到了，我已经拿了，我捡到了。哦，你捡到了，来给你。哎、欸，我现在有一组有14个、欸。靠，怎么那么多？因为我身上原本就20几个啦。溜溜溜，全做完了。我这边还有三个。才三个。耶、yeah, ！我又有一个面包了，23个面包。我一组有13个，哪里可以挖钻石啊？好想去。这里啊，这里下去啊，坐矿车下去啊。矿车就刚才你应该是 TP 上来吧？你把哦，你等下把矿车推上来就好了。还要我坐下去？到时候我再多坐几台就好了。你那个房子里面箱子里不是有矿车？不是吧？我那个是船吧？欸、这里有两台、欸。对啊。来不及，我已经下去了。我帮你封下去，来回头按右键哦。回头的头了，我都已经下来了，回你个头了、啊。我刚才把车子送上去。那一台被我推下去了。又一台上去了。啊，又一台下去了。哎、欸，你们要不要、啊？哎、欸，两台都下去了，两台都下去了。全敲掉，留一台就好了。啊，两台看要不要？有一台又回去了啦，哦。哎、欸，没关系，让一台上来，让一台上来，我送一个箱子下去。你们要不要那个啊？那个？铁轨用两个啊，一个是，一个上去，一个下来。放上面，对啊。要再改，要改很久，我觉得要改很久。哎、欸，矿车跟箱子要怎么做啊？矿车放下面，箱子放上面。哦，
哦，有嘞。好，你把多的那个，你把多的那个矿那个矿车放热箱子里啊。你可以分解掉吗？箱可以，箱子那个箱子跟矿车可以分解掉。好，就把箱子拿下来放下面就好了。然后就把多的矿车放里面，然后我放一个箱子在这里。多上来的就把矿车打掉吧。好哦。我怎么挖就只有铁矿跟红石？我靠！现在有没有人在看？只有我一个啊！刚刚有啊，现在没有了。哦，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外人吧。嗯，有可能。安安，我有五个哎。怎么都没有打你们 ？What the hell？ 包传好了，可以丢材质包了。对啊，都没有钻石哎，为什么你一挖就有钻石？太可怕了！我这个材质包以前好像岩浆的是呢。花生，我怎么都没看到你的名字啊？啊，因为我在地洞、啊、他在最下面那里在挖。我也知道，我也下来追到最下面了、啊。看到花生的名字，你有到最底部吗？有啊，看到最底了。你有看到？你有看到我的 ID 在闪吗？你有爬上往上爬、啊？没有啊，我没有往上爬。我一直蹲呢、欸，你没看到吗？没铁镐了，铁镐爆了，我要雨。我这里有一个铁镐，你要吗？好啊，好啊，我下去找你。有在外面了，外面。你用鱼骨方式挖、哦？对啊。哎，对了，我要把这里扩大了，我们这样才会有史莱姆啊。Thank you。史莱姆的大小要多大？我不知道哎、欸。哎、欸，廖丹，你哥有盖多少东西啦？我哥他们原本是玩他们朋友的那个伺服器啊，最后他们说都不去那边玩，然后他们又自己弄一个。啊，有盖很多东西了吗？我不知道，我昨天就一直卡在载入地形中啊，然后我就说，
那应该是要我电脑重开机，因为电脑开机开太久都没有让它休息。如果没有盖很多的话，看你哥要不要来这边玩。因为我哥以前在他朋友那边，他是盖一个超大的树屋。就看你哥要不要来这边玩。我的电脑应该是够撑的。没差，那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出去的话，那应该等一下会上线。那今天休息。除非去查水表。哎哎哎哎哎，干什么？查水表？要查粥啊！最好是每天查水表啦。没有每天啊，今天才第二天嘞、欸。快了，好不好？为什么你们在这边挖都挖得到钻石，我在这边挖都挖不到钻石？运气吧。把这里扩开一点，一定还会挖到钻。你是挖到红石矿吧？我听到挖矿挖到红石矿的声音。这会是跑去我那一边挖、哦？没有，在我这边。好。因为我刚才那边有边而已吧，矿石的地方啊，在附近。我记得是我下来矿车的附近呢、欸。想说把这里全部破开，扩大一点，这样才会生成石啊。史莱姆的不是通常都要在沼泽那里比较会生、啊？没有，在地底这里够大，好像就会生了。对，够大要够。有装那个，我们 1.7.2 有装一个。工业那个工业炸药我都去炸。他挖多大？我是不是一直断麦啊？对啊，你一直断麦。因为我从你的那个实况听出来，我一直断麦。挖多大、哦，能多大就多大。好、啊，我身上是还有两把铁镐。就三格就好了啦，不用太高，就三格就够了。高三格就好了，就宽随便，就等于挖九宫格这样啊。那宽随便啊，想多宽就多宽。有人铁镐爆了，安铁镐没有，我刚才是拿石镐了，我现在才在用铁镐、哦。你那个效率惨。效率差，你说我的、啊？对啊，666。哎呀，我这把是效率三，哎，没有，效率四啊，一个 V 是四嘛？对、啊，效率四耐久三啊。哦，这么屌这样还不够大嘞啦，按钮又往上挖，啊就对啊，就这样高啊，三格高啊，大小差不多要50×50吧，差不多啊，啊你要像曹哥做的那个一样，不用啊，我们就有下来挖矿，有就打就好了。放盖超哥那个盒，哎、欸、很耗工啊、哦！我上去做搞一下。不是说那个不好、啊？我丢给你啊！我这里有一把新的。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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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去就好。你自动的是很方便。啊、我这里我有工作台。没有，我还是要上去烧东西啊！我还要拿东西。我工作台放那个置物箱旁边。
哎、欸，有女巫啊！为什么啊？我哪知道？晚上了。在哪里啊？在安哥家啦。安哥家里面吗？外面。晚上为什么会生女巫的？晚上不是会生快吗？然后我们那里不是很亮吗？哇塞！还是他走一走到是那里了。嗯，他丢到自己药水了。有啊，他有丢到自己药水。因为我看你的实况有。到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杯块给围起来。安哥家楼上没插火把的样子。他没有天花板啊。啊，没有，我还在烧石头啊。安哥没有天花板吧？还是你已经有盖了？有盖一点点。谢啊！我还在烧石头啊。你不用烧，如果你要，哎、欸，你等一下我箱子，我床旁边那个箱子有那个铁镐，帮我拿下来。那个有石头。等一下拿下来。还要错一个，我想讲奇怪，哪会一个会叫的？吓死我老人家！那、你是偌老？啊，是袂使讲一个哦、喔。哎呦，真话查水表了啊！靠腰，该查。哎、欸，我这边有石头哎、欸，有两组石头。才两组石头，嗯，等下我铁镐下来有多少挖多少啊？给你。哦，这里已经很多了。然后我发现我的火把也不够，45等。
哦哦，这是什么声？咿呀声吗？我还没开冷气耶，所以还没有冷气声。哎、欸，等会你在哪？我到家。嗯，靠啊！我才刚走下来。哦，你说我创制成了，我在挖矿啊，我在你前面啊。你的那一把。靠北，分散满。先上去一趟好了。还是你这些，我帮你丢掉。啊，没他那东西先留着。要放哪里？先放箱子吧。好啊，我上去多带一些箱子下来好了，到时候石头歪歪就直接放这就好了。好啊。不然带那么多石头上来了，不知道干嘛。哦，花生你好容易啊，八七，你好容易挖到岩浆哦。今天没有钻石命，都是岩浆运。我靠，还小啦，偷打。妈的，我他妈等一下真的会去你家哦。找不到钻石，我要去洞窟，可恶。谁把历史放在箱子里面了、啊？啊，干你娘！啊是啊，哇！丢人！想在岩浆里？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你在干什么东西？太小八七。哦，哇给！想在岩浆里面游泳啊，哥。游泳是不错的选择啊，现在那么热嘛，冲啊！热你个头啦！我要打招呼啦，怎样不洗啦？打招呼你不会往地板打就好了？不会，不会。下雨喽！红石最多哎、欸，我靠！我红石我家里刚好一组而已。哦，哇，没有材质包的鱼好丑、哦。我有红36个红石砖，我靠，好几组哎、欸。
安南。我怎么都看有人打字啊？啊？我怎么右边都看不到没有人打字？不知道你在跟谁安安？没有，我在跟安安哥安安啊。我想说有人打字嘞。靠呗。啊，花生，你有在放歌吗？没有啊。干嘛不放歌？嗯，我也不知道，好问题。我找的歌给你放啊。啊，可是放 YouTube 的，我怕会lag欸。对啊。嗯，那我放啊。如果用混音，怕讲话会有回音欸。比较好了，比较好。啊，可是放 YouTube。好了，比较好了。哦，有回音哦。不要。对啊。那我放我自己的好了。啊，不然我用排麦的啦。啊，有事再直接在创世神打字就好了。不用，我放了。好，你放歌我听不到了。你快开实况听了。不要。都没有洞窟。有，我找到洞窟了。在我附近打怪啊！没有，那是你的实况。没有，那是我的。哎、欸，等会你换材质包了吗？我用啊，花生长给我同学。啊？怎么弄？我也下载好了。你把它放在桌面了吗？对啊。啊，你按游戏，你在游戏内 ESC 选项材质包，开启资料夹啊，把桌面那个拉进去就好了。拉进去那个资料夹之后，你先在 ESC 关掉，再从这样再重开一次，啊，到材质包之后，它在可用的资源包有没有？移到上面，它有一个箭头，把它移到右边，按一下，它就移到右边，你完成就好了。哦。我石头现在已经有三组快四组了。哎、欸，你说按桌面之后咧，你就打开，你不是存在桌面了？对啊，对啊，啊就把它拉进去就好了，拉到资料夹去啊，拉到资料夹。哎呀，啊你不是，我不是叫你这样开，有开启一个资料夹。哎呀，就把它拉进去就好了。不是啊，我现在都是输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样有没有解压缩了。不用解压缩，不用解压缩。啊，我只是三本输那样子。啊，对啊，不用解压缩。啊，你说开启资源包资料夹之后，它因为它在桌面嘛，
啊，你说从桌面这里直接把它拉进去啊？拉到，对，你就照我们这样说的就对了啦。拉进去资源包。大家小拉走没有？啊，你 ESC 要关掉啊，关掉之后再重开一次啊，不是关游戏啊。我重点是没有办法拉到资源包那边啊。不是，你不是有开启资料夹了？开启资源包资料夹啊。啊，你不是丢进去了？我啊，对啊，那在桌面那里。在桌面。资源包那个在，就是按打开资料夹这里，它显示在桌面那边啊。什么东西啊？刚刚就照我们这样做就好了。啊，你就断麦啊，我就没有听到啊。我这边一直有僵尸声呢，我靠！啊，你用好了吗？没有，我在看。就打开那个资料夹之后，把桌面那个拉进去就好了，丢到资料夹去就好了。不用解压，所以你就整个丢进去就好了。有吗？哎，我找到废矿了，溜溜溜！觉得是什么啊？什么东西？没有，安哥节奏给我啊。哎，花生，你帮他用一下。哪个？我看一下。因为他是温死的，我不知道。温死的也是一样啊，等我一下。啊，波总他说他开启资料夹是直接跑到那边去啊，跑到哪边去？我的是开这样子，不是像你们讲的那样子吧？你要 ESC 选项资源包，然后开启资源包资料夹呢？哎呀，华生，你帮他用吗？远端吧，你先用远端帮安哥用吧。你那个 ID 密码打阿西给我。啊，你们远端都要先退掉了啦。要先退掉啊？啊，不然呢？不用退吗？应该不用退吧？试看啦、啊，因为你之后也是要调成不要用的那个 VPN 哦。嗯。好，等我一下。
哦，就先挖这样好了。哎、欸，靠背、欸，靠背。好啦 Thank you。 刚刚用到丝绸的镐挖红石，结果挖起来是红石砖，哎不，红石矿。红石矿，要重挖一次。有43个。我、哦、这边很大哎、欸，这个洞窟很大。哎、啊，不是找到天然？懂那个啊，矿那个啊，废矿啊。啊，你还在逛吗？哦，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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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逛啊。啊，很大很大。非常大。它是一个洞窟连着另外一个小洞窟，然后小洞窟再连到大洞窟，然后再来就废矿。然后我遇到毒蜘蛛了，注意。毒蜘蛛这个也太裸露了吧！等下就传过去了。那我先不要过去打好了，我怕我会被毒死，好可怕！哎，毒蜘蛛是 0.3 的高而已，所以用半砖没有用。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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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吓到我了，吓到我了！还不吸一吸？这哦好，上面右转，没有，这边这边有一个路，就在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有没有？哪里人呢？这边很多啦，这边啦，好。哦，你从这边也可以上来啊。看这里有一个啊，也 有一个毒蜘蛛窟啊，也有两个哦。他来，他来，哦，好痛。两个哦。我把忘记带盾牌，我把砖挖掉、哦。好了，来了、哦，来了。边被被咬到，好多、哦，超多线，可以钓鱼了。我已经早就有做一只钓鱼竿在。这，嗯，你刚怎么来？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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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蜘蛛，哥，你还没挖掉吗？还没还没还没。右上就有一只了。干蜘蛛！
来了来了，哦又来了，哦又咬我，我干，都咬你。你知道砍要有间隔的吗？他现在不能连砍。哦，挖掉了 ，OK。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干他的！哎，大只的吓到我了。小只的，独只、哦。小只的。干掉了一只。干，我超怕来矿洞了。过吗？因为怕怕的。怕怕的。哇，我有一组多的线欸，我有51。这边矿坑不够大，哎、欸、不够深了、啊，钻石应该比较少。哎、欸，下面还有，我看到了。没火把了，欸、这边好大、喔，而且都没有箱子，是怎样？我这边下面还有一层呢、欸，你那边有火把吗？有啊，40。你有找到箱子够吗？没有，还没。看书。黑黑的看不到啊！哎，对的，先。哎、欸，天然嘞、欸！干大峡谷哎、欸，大峡谷啊！不然这天峡谷好大啊！你有看到啊？我现在在峡谷这里啊。这个天然也很大哎、欸。嗯。又一个峡谷，我还要接着另外一个峡谷哎、欸。峡谷接峡谷，而且我上面好像还有毒蜘蛛哦，蛮很多蜘蛛声。哎呦，我差一点被库工。哦，痛痛痛痛痛！如果没火把，旁边不是就有现有的木头？对啊，建筑木棒，然后有，都还没找到箱子哎、欸。对啊，我也没找到。
哎，真管，要不要中午去家训班？去家训班干嘛？都市民叫我中午去那个公路啊。哦，好哦。那我再打电话跟他讲，可以啊。哦。啊，我看几点，我跟你讲了。好啊。啊！不要爆，不要爆 ！Fuck you！ 不要飞啦！告诉你了呢，我还在那个废矿。箱子、欸，有了，找到了。你又找到了？我说都还没有找到哦。周世明说中午那边再过去。点妹，我说我们在中。然后我想说他是要现在过去还是三小啊？没有问几点，没有问。啊？没有问清楚几点。他说十二点，他又说吃一些饭再过来啊。啊。我回去啊，无聊死了，是天懒，烂天懒。哦，干你娘！你没挖到钻石啊？没有。真的都没有东西耶。放你旁边，我刚刚进去看一下那个水，有黄金。知道我下去挖了，哦，飘了一下。要哭干干了呢。好酷啊 ！fuck， 哦哦哦，怎样？这穷个岩浆来的，白痴。好险，这个回血快。对，真的。我本来想说算了，要跳了，就直接冲下去。哦呦，跨了过瘾。峡谷那边，这边还有一个大。我知道。黄金呢？这边十六层了、欸，应该会有黄，应该会有钻石的吧？都没有啊。太大了吧，这边看看哪一格啊，靠北
是看哪一个啊？那个 Y 啊 ，Y 我怎么没 Y？ 叉 Y 力啊？对啊，22层，22层会有钻石吗？没有，黄金比较多。14层呢？14就有了。回钻石都藏在矿里面了。哎，快点故意又要回去了，我东西还在烧。你用半框就不会分块。满满的废矿，然后就没东西，靠！Me down, I'm not
오유구리파我发现一个影片很好笑，什么东西？我传去9453，你自己去看一下。啊？我传去9453，你去看一下。我看那个影片超帅。好，等我一下，我看看。Monkey 耶。没有钻石，你还在那个地方啊？我还在啊，没有换地方啊？没有啊，我要出外去看前路，因为太大了。刚找房而已吗？我不知道。对，还有很多僵尸在着火。再玩另外欸，这边怎么又一个村民家？又有村民家？啊，我们的房子左右边都有村民家。欸，但我搞不清楚从哪一边来。方来的啊？但我不知道从哪一个逛的。瞄准，拿弓杀怪啊！对啊。欸，我们那时候过来的时候有过河吗？没有欸。没有过河？好像没有，我记得。那就是走这边喽。最近没有过河哈？没有。啊，直接去看你的，去找你的 YouTube 影片就好。你不是都有 po？ 对啊。
那你不就剖析你自己的？啊？就剖析你自己？还没吧？双四层，你新的这个还没剖、啊？你说我这个吗？有啊，有剖啦。玩正版的时候、欸，有啦。剖断啊？我怎样？就你不好吧？剖的那个播放清单里面那个是旧版的、欸。哎、欸？新版的你好像还没剖。为什么这边会长女会生女巫啊？让我搞不，这没过河吗？确定没过河哈、哦？没有啊。我到时候想盖东界门的，我想要去找翅膀，跳翅，跳翅好像只有一个还是几个啊？你说哪个东西？这那个有翘翅有翅膀可以飞，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啊。对啊，我想去找那个翅膀。那个翅膀只有一个还是很多个？哦，我不知道呢。啊干！我摔下来了，霸气！看到草泥马了、欸，你打草泥马，他会吐口水吗？他会吐你口水。对啊。还有小草泥马。这里又是草泥马，不要草泥马。欸、草泥马也可以骑啊，可以啊，很慢吧，我记得。哦，打他一下，他只吐一次啊、哦。对啊，刚才试了打他一下，用盾牌挡掉了。他吐很痛吗？我不知道哎、欸，这个我就没有测试过。那我就给他吐吐看啊。没，还要不痛哎、欸，不会痛、啊，没扣血。你有穿没扣血？你有穿附魔吗？有啊。哦，难怪不会痛啊，靠腰。然后就全脱掉喽。好，先有。是啊，要饱和。半个而已啊，那还好。哦，这里在下雪，难道这里就是雪地了？我的北极熊，你在哪？他等下出来咬你。熊会咬人吗？会攻击人、啊？你打他，他才会打你。北极熊。哇，这个雪地也太小了吧！
面打雷了。哎呀，哎呦，有机会生成那个骷髅马喽。这个骷髅马他不是打雷下来就生成？好像吧。可是骷髅马你一靠近的时候会有先有骷髅骑士，你要先打掉那些人。都是草泥马，我都还没看过兔子和兔子那些比较常见，还比较都没什么看见过啊。我不知道，兔子不是都在平原吗？那里就平原，那里竟然没兔子。对啊，阿奇。那我这场雨下很久哎，一直打雷。真的我没办法 TP， 我 TP 然后他都写说你，他写那个你没有权限使用此指令，那就是你没办法 TP 了。啊，那个是我没办法打指令，要去改还是怎样啊？如果你要 TP， 你再跟我讲，我再把你们通过。哦，那你们现在在哪？我在外面逛，花生应该在家里吧。我没有在家里哦，我还在矿坑。在挖矿。家里有生一堆库工哦。家里生一堆库工啊？附近的。要挂机啊！
哎呦，你也想游泳？没有，我懒得走路回家。啊，你不会 TP 我、哦？我不能 TP 啊。你也不能 TP？ 我没有权限啊。啊，不就跟我一样都没有权限？那为什么我人物是烧起来的？哦，一开始都会那样啊，我也是啊，变成地狱火。我厕所一下。好。
Baby,
花生。嗨，我也先挂机，我等一下去驾训班。好，我要去学公路。OK。靠，偷打啊！我是要跟你讲拜拜，好不好？哎，困渣小，干你俩，傻小，困渣小，拜拜。你那一把是什么？啊？你那把是有干你俩，你他妈把我船挖掉，我他妈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了。看我操！妈的，我学完之后，我他妈已经叫真宝载我去你家。八七八七八七，操你妈！他妈真宝啊又不在，干！不然先找个洞挖起来躲起来了。你在哪里啦？啊？你在哪里啊？我们在重生点附近呢。哪个重生点？那、啊、就一开始你刚进来这个世界的地方啊。哦，那你加油，那你要跑很久。啊、我重点就不知道要往哪里跑、啊。靠北！算了，找个洞挖起来，躲起来之后。再跟真瓜讲，他回去再把我拉回去。他妈，我一定要我把你家烧掉。靠背哦，所以我才用石头啊。干。但是烧你的会不会把书柜也烧掉？会。会哦啊！烧掉书柜又烧到真瓜的家。对。然后你就会被我们两个打。不会啊，我把书柜先移走，然后中间隔一条水就烧不过去了。有那么简单吗？啊？我先挂机了。好、哦。来去挖树。
要去挖树哈，没有树了。霸气。掉下去。OK， 那再挖这一个就好了。
OK。画木OK， 漂亮。好，应该就这样子。满等。我好像踩错了还没熟的我把它打下来了。
钻石保护包覆我，是不是？钥匙可以做地图。来这边就是挖矿，再来就是找堡垒嘛。可是今天不想找堡垒，因为他们都休息，他们都在挂机，所以堡垒晚点吧。然后这个岩浆怎么回事 ？What the fuck？拆回家，拆回家。OK。
成配方。合成配方好像先用原本的下去看。等我一下。其实，在地狱挖矿很容易就升等了，因为石英砖是吗？石英砖在地狱石英，它等级也蛮高的。所以不用怕说那个等级不够，等级不够。上面有东西耶，蛮多荧光石，那稿子爆了，应该就先回去了，因为我这边，可以，可以住，好，应该不用回去了。也不够，2287还是要回去。我想什么？靠！你看，搞爆了，完蛋喽！回家。
17等哦，哇！现在锋利三剑这样子，需要5等，也是要4等，所以后面这些剑可以用起来。OK， 剑气3了。来试试看好了。谢这边附近有第一组，很多只，很多只。不到，那你过来啊，过来。打不到，我打不到。这样很危险。都不上来，上来，上来！手打不到，好，走吧。完蛋了！不错，不错，不错。哦，你要给我打是不是还好啦，还范围还蛮大的。剑气有加的话，它范围就蛮大，就不用怕。
这样比较亮啊。好，这边再放两个。量多了是不是？可以，好打法。打人好像，打人一次扣两个耐久。剑气，耐久锋利 ，OK， 好，地狱石应该干嘛？红石比较气，然后日光。OK。少一个羊毛。安安，你家有没有羊毛？好像有哦，借个借个。好，直接在他家喝。白色盾牌，注意！哎呦，白色的，哦，红色的。蓝料
有点忘记怎么做呢。OK， 不管他了，反正我白色盾牌，呵呵，呵呵。浅蓝色。可以蓝吗？欸，有了欸。用啊，怎么用我不会，好像没办法再蓝了。其他蓝料，白色盾牌，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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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赞的，超赞的，两个盾牌。八七，好了，两个盾牌还可以。这盾牌可以修复吗？我不知道。不行，不行。那意思是说要再做另外一个盾牌来修复吗？试试看。哎，对嘞。两个，好吧，没有关系。黑色。
OK， 今天开台就开到这边。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按一下追随。那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可以在 Twitch 下方有我的 YouTube 连结，可以点进去看。那每天的实况记录也会 PO 在那边。那今天开台就先开到这边。那我是花生，我们下次见，拜拜。